第一件事情，麻烦先把刚刚做过的筛选通通都关掉。四张我都关掉喽。好，我的意思就是说，等一下我点台南市，这个台南市相关的资料亮起来，其他都是灰色的，可以理解哦。好，怎么做到这件事？首先，针对这张工作表的仪表板操作，所以在这里，然后它有一个叫动作。好，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动作此工作簿跟此工作表，工作表就是这一张，工作簿就是全部里面的每一张。好，所以我选此工作簿新增醒目提示，这就是当你选到其中某一个工作表，因为我这个设定是整个工作簿，工作簿就有四张工作表都包含，所以这边有四张工作表，我点到其中的工作表的任何一个项目，所以这边是选取，可以吗？然后其他的目标工作表都要反映出，就是只要是我选到的那个项目就亮起来，这件事可以吗？确定。然后这个时候你去点，例如说你点台南市，是不是所有资料都是停留着？就是另外一种，就是给，例如说民众去观看比较多是这一种，给战情观看的仪表板是用筛选。好，那你要不要再点点看那个高雄市？请问可不可以加点2014年的高雄市？倘若键按住，然后再点高雄市，是不是可以看到在下面这边2014的高雄市跟2015的高雄市，可以吗？当然这里面全部都加进去了，所以这数值都会产生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在这张仪表板最右边，我们来特别画一个，所以这张仪表板窗格我就先把它最右边这张仪表板窗格我就先把它给删除掉了。好，我们现在来画新的一个工作表，然后请你看一下这个，我现在因为要增加一张新的工作表在最后面，所以你可以点这个新增工作表，或者是你直接在这边滑鼠右键点选这个我最后这一张，然后新增工作表，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这个蝴蝶图呢，通常就是在讲说当两种类型它的一个表现应该是很一致，以男女就是两个类别哦，不要有三个以上的类别，两个可以去做很容易的比较，这个时候呢我们呈现它的对称性。那我们先来画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成对的比较，所以我们先看那个男生跟女生它的一个数字。首先我们先来去画，昨天我们已经有讲到就是年龄层这件事。好，所以我们来去看年龄层的确诊人数统计。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画年龄层的那个岁数统计，所以快速点两下年龄层。好，第一个动作快速点两下年龄层，第二个动作就是快速点两下确定病例数，然后我们用这种方式，用这个叫做横条幅。那因为昨天我们已经做过这些资料的合并，所以请直接把这个年龄层群组取代这个地方，好不好？好，那请问我是不是会想要呈现男生跟女生，把性别应用到色彩里，所以性别脱异到色彩，
在画这张图的时候，这样子的笔其实也可以了，可是我会觉得这样笔不好笔。那如果我把它摆成放到这边，这样子笔会比较好笔。因为等一下这些都是我要请你写函式写出来的。好，这个刚刚在这个标记这边的意思是把那张图上面区分蓝色跟红色，对吧？我把你一定要懂这个标记跟蓝，它这边是观念是不一样的。可是我现在要请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放在这边跟放在这边的差别，因为等一下我要请你们写函式，会越听越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放在标记这边，就好像是说这张图我没有改变，这张图的形，这张图的格式，我在改它的格式而已。你看哦，这边性别我放到蓝，它就变成女生的在一栏，男生的在一栏，可以吗？就整个外貌，就图表的外貌就长得都不一样了。有听懂这件事哦？那蝴蝶图它会希望就是说零在中间，对不对？然后例如说这左边这个女生，我们要把它反转反过来，因为他没有提供，所以我们只好自己写函式然后来去做这件事。请问他有提供的我尽量来做。请问我们一般在画蝴蝶图，如果是性别，我们一定希望男左女右，对不对？这套软体太帅了，我觉得光这件事情你就少写了很多程式了。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这边是不是男生，这边是不是女生？可是我记得他这边他会出现那个男女，你就上下调整一下就好了。那这边他要是没有出现，那就麻烦请你按住他，按住这个女，然后推到左边去。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就可以调整了。按住这个男女。可是有时候我为了不要写那些程式，然后直接我就是要男生在左边，女生在右边，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直接把这个男的名称这样拖移过去。就是我觉得这套软体真的就是很棒地方，这边真的太灵活了。那这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看图的男左女右，中间我要放年龄层，那要怎么放这件事？刚好这个例子就唯独这个地方它不能举这个例子，所以我就下午的时候看看说有没有时间，请你们去找我的一部影片叫双轴，就是那个功能叫双轴。好，等一下我就只好直接应用双轴的概念。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说也已经有点像蝴蝶图了，但它不是蝴蝶图。然后再来就是请把这张图叫做什么性别，我们确实有性别，然后确诊人数，然后年龄层确诊人数，年龄层确诊人数。好，但这已经有点像那个蝴蝶图了。